这是我今天在后山茶园找的一个废弃鸟窝，应该是绣眼的窝。现在繁殖季节过了，很多这种鸟窝。我找这个鸟窝主要就是放在孵化箱里面，把蛋放进去。因为现在到了最后几天了，滚动轴转动可能会伤到小鸟，现在随时可能出壳儿。我等一下我就给它放进去。我现在把保温箱打开，把这个鸟窝放进去。只有3枚是好的，有1枚我看了一下，没有什么变化。虽然是一个受精蛋，没有什么变化，估计只能出3颗了。这颗看一下。是出不了了，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现在已经弄好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现在把这个盖子给它盖上，不然的话等一下受凉了。这几天气温很低啊，刚打开了一下，掉到20多度了。小鸟随时都可能会孵出来，我这几天会持续更新这个鸟蛋孵化情况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